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朋友们和他的脱口秀，朋友们和他的脱口秀，欢迎大家，好久不见，大家难得咱们又相聚了。3、2、1，一个月来推了2部电影，还有一个综艺，拯救了中国电影行业，天才年少成名，大厨王呢，又能忙得谁？现在有点配得上最强新人这个称号了。更紧的在一块儿，能一直讲脱口秀讲到60岁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靠，我们真的是回顾了自己的前半生。哎，很难想象60岁大家一起赶考的样子，你知道吗？到时候就是脱口秀和他的老朋友。就是正好赶上今天股市也涨。有位就是开心，是真开心，就是抑制不住的，就从来没有。他还问我那时候赶没赶上过，我说没赶过，怎么涨了这么猛，这么快呢？玩洗澡那边刷着就蹭蹭蹭蹭蹭就这样，原来听不得这个，我都听太多了，我也不是听不得，这一天说好几遍，谁能听得？最近两天晚上，大家晚上写稿在一起的状态，其实聊着聊着就完全在聊股票了。段子里面说的全是真的，为啥觉得说情绪真实？就是翻着之后跟朋友们讲，我是不是就是说过？你看你们不听。哎呀，你别这副嘴脸，你就是是谁嘴脸？你让观众看看谁这哪副嘴脸？咱俩谁嘴脸？我这副嘴脸。忽然遇到天降素材，都是处理的非常快。对。他说他要写一篇这样的稿，到这篇稿我们在看慢慢看到一天就不超过24小时。对，所以没有什么天降素材，没有天降素材，你还是得有自己能接住。这一季以来演的在台上最舒服的一场，你都快滑倒了，那都看出来了，你都快踹第一排观众脸上了，你都。好漂亮啊！这个就是我这一季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整体概括，就是马思前提，你知道吗？哎。咱就说这个现挂好不好？太巧了，这个现挂太巧了，我笑疯了。你要是没有那个麻氏前提，你就是老把了。我觉得加分了，刚刚那一脚。哎，这是我最伤心的地方，我写了15天稿呀。你要感谢舞台的地板，他的一个滑铲给我铲下去了。哦，你在那儿了，我站那儿了。哎，你知道吗？卖的卫生巾跑腿，最后是用什么装的？开始。哎，我，白子，白子，哎，同时哎，他名字好长哦。用那个牛奶的包装盒装的。回答正确 ，OK， 加分。下一题，行。我的平常就是到点儿，他就是敲门，导游。起床吧，我快做好了。我老爷是讽刺，因为你讽刺拿讽刺当真话听，讽刺你怎么？你脱口秀演员，你不知道讽刺你。我们自从毛豆来了之后就没有定过闹钟，每天都是毛豆喊他起床。我都过去侍寝。还有事情吗你？他要起来不起床，我就趴在旁边说：“导演，请起不起来、啊？”蹭就弹起来了。但我也确实没赖过床了。因为这场比赛其实很精彩，很好看，就是比得很好看。然后呼兰哥和志正哥在台底下也会安慰我们，他们会安慰我说没问题的。就我会有时候怀疑，我也没想到这没问题。这是随口安慰的，你前面还有5个人没问题、啊。我都安慰了呀，我也没想到他俩也安慰我了。跟我说是没问题的，他天天跟我说没问题。哎呀，不要再说了。从倒叙说吧。啊，倒叙说，那您先说。哦，是我是吗？还不习惯呢，还没习惯。哦，是我。你想想前年的我，哎呦，历历在目，历历在目。你是怎么对我的？你看看我今天怎么对你。你当时说蝉联第8，你没做到，说到没有做到，这个事儿，这个人言而无信。那我实力太强了呀。
不是，你看都接了两满满接了两年的活儿，综艺人就点名要老八，前面都不行了，都不行，每年第八名很火，要老八，要老八，要老八，行行，我这个老八不好得，你知道，我是纯正老八，纯正老八，想对自己肝胆炎，其实。我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在演，哎呀呀呀呀！中间一度想过要放弃，对，然后后来想到了，嗯，我说两句了，要不啊？拿地方活是容易多的，我活的话还多呢，这他妈！你还接吗？我不接了，你说吧。行，我当时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嘛，也是害怕进入第二轮，这个包袱没响，你接一下呀，这个包袱没响，你接一下呀。我不接。是你按那个话筒杆你没按到，你按空了。对，你在找那个话筒杆，你按空了，大家在那儿笑。他说租的房子哪有酒店舒服呀？酒店舒服呀？我们是唯一。没法说。你看这点屁让你给震的。真的很感人。就是说，他说我们去，他给演员开场那场段子，就是你去下马的时候，我演的。你去下马，底下有保安，把我拦住了，他问我是谁，然后我就拿那个票，我说那个徐志胜，演艺演员，等，我是这个等。他说你等一会儿。对，那以后哈涛老师，就马上一个您的保安一定要让我进去。那个是专场去下马，就是 Kate 去开场。哎呦，前面跟我说，啊哥，你要那个热热的还是那个温温的？我说你这还能控制了，他说没问题，全能控制。上去讲了20分钟，还不下来，是温温的还是热热的？是凉凉的。伟大，你说怎么还不下来？我说下不来了呗，怎么下不来？心是冰冰的，讲的那是真是一个冰啊！我下回他就问你，哥，你是想要冰冰的还是想要凉凉的？去冰就是。我以为要点饮料了，要冰的还是什么的？啊，冰的，冰的我擅长。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别人夸你的时候，你笑得不要那么开心，稍微谦虚一点，表演一下思考。我觉得徐志胜老师这个建议非常非常好，非常。你看他这表情，你看这。谢谢浩哥您的夸奖，你给点反应。我用心记下了，爱你。我也说，哎呦，我出去跟他录节目，他碰到咖大的也是你这个笑话。一样的，是学习到了两位老师，我今天也是见识到真正的你了，哥。我也受益匪浅。我跟志胜以前搭过漫才，我们一直就是，哎，他一直说特别好笑，你俩啊，不提，他俩当年非常渣，要不今天演一份，来一份吧，哎，关门前岂能弄斧？对，我们向两位学习，没，再学，你们那个漫才组合叫什么名字啊？我们班，不说了，是欧吗？不知道吗？我们漫才组合叫啥？叫好自为之。不对，两个人嘴巴里说出来的不一样，好像高高是一个装傻，一个吐傻，漫才最基本的技巧。哦，我俩演漫才。对，现场这么多漫才组合来的。一开始是他是装傻，我是吐槽，然后他装傻声贼大，我说你装傻，你怎么理直气壮的在那装傻，我吐不过他。我说我俩换一换吧。他那个时候不懂漫才，他说你不能这么理直气壮，我在这个漫才里我就是贼傻。你现在懂了吧？我懂个什么？你说啥呢？巴拉巴拉，你现在懂了吧？不是，他经常装完傻给我啥感觉？我觉得他说的对、啊。他声贼大，他理贼强，我觉得。今天的开场，好好太炸了，好好呀！那个太牛了，而且那个全场所有人完成了这一场演出，最后那个笑声真的我都哭了，我都哭了。哎呀，即使会发出。难听的笑声，不好笑。他也在享受，观众也在享受，我们看的人都在享受，都忘掉这是一场比赛。而且节奏太好了，太好了，大家跟着一起来的那种状态，一下子就进入到这场就是演出里面去了。呀，你们太年轻了，年少成名太累了，你们做好准备了吗？你情绪加这么足的，你情绪加有点太足了，情绪加我们都不敢开了，有点像真心话了，你太像王德发了。
哎呦哎呦，哎哎哎，果然是我的吧？来一个，拉胯。我就是阴闯，我吐槽的是满财兄弟，你们太年轻了，年少成名太累了，你们做好准备了吗？哎呀呀呀呀呀！我受不了，太垮了，这个太垮太垮。今天决赛，早上9:30，毛豆就已经起床在打扫卫生，打扫了2个小时的卫生，垃圾装了2大黑色垃圾，就垃圾分类嘛，分了2个垃圾袋。妈，我实在住不下去。他们家的卫生条件。我住过，很惨烈。我住过一个礼拜，我就过敏性鼻炎了。啊，我们这气候都不一样吧？我们家就是粉尘，就这么跟你们说吧。快二哥也住过，浩哥也住过，毛子也住过，没有一个能忍住不打扫卫生的。请听题：赵月的蚊香多少钱？点一次蚊香能睡多久？请开始。哎，1.5块，点一次睡16个小时。回答正确。这也能记得？你是不是透题了？接下来是借我一双慧眼的提醒，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朋友们和他的脱口秀，朋友们和他的脱口秀，欢迎大家，好久不见大家，难得咱们又相聚了，3、2、1，我们是为了来这个两部电影，还有一个综艺，拯救了中国电影行业，天才年少成名，就完了，你能帮他谁？现在有点配得上最强新人这个称号了。光灯和麦克风，我们在台上竞技，在台下相拥，我们在这里袒露自己柔软的梦，为这个舞台发生的一切去笑，去开心，去感动，希望这些细碎的美好和笑容能给你一些抵御孤独悲伤不被理解的力量，希望我们永远真诚善良，然后是永不相忘，永不相忘。我真的是觉得毛豆那个抽动症这篇稿是我所有毛豆老师稿里面我最喜欢的，在毛豆的稿子里难得看到那种触动感，对、啊、就是你会被他的讲的东西去关心他这个故事的人到底会不会难受，会不会难过，就以前他给大家呈现的一个状态就是开心，就是快乐，无坚不摧这个人，对，无坚不摧这个人第一次把自己真正内心的东西袒露给观众看，我所以说就会让大家看到更多面的毛豆，而且我觉得融合的很好，很好，但整体上还是快乐的，所以说这一点毛豆做的真的很厉害，对，所以我就是最喜欢这篇稿子，哎呦谢谢。麦才兄弟先聊一聊吧、嗯、就是第一次参加节目录制拿了冠军，然后说一下感受吧，首先感谢呼兰哥，感谢志胜哥，感谢这次参加总决赛的所有选手、嗯、因为这场比赛其实很精彩很好看，就是比得很好看、嗯，然后呼兰哥和志胜哥在台里下也会安慰我们，他们会安慰我说没问题的，就我会有时候怀疑，我也没想到真没问题，这是随口安慰的，你前面还有5个人没问题的，我都安慰了呀，我也没想到他俩也安慰我了，跟我说是没问题的，他天天跟我说没问题，哎呀不要再说了，但是还是很感谢两位哥哥，然后所有参加总决赛的所有选手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离场的时候都有离场的这个音乐，来，为什么选大王叫我来巡山，他把那个梗都忘了，对，我本来铺了个梗，我说其实我今年对大王是有野心的，请听这首歌
大王叫我来，完全大家跟那首音乐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对，没有。其实这个歌真实的感受，就是因为我在脱口秀里边一直是一个小孩，我在脱口秀里边一直是一个小妖精。哎，原来大家对我是这么个美誉呀！哎呀，大王好这口啊！是我说一个我们这个行业目前所有的演员的一个心理状态。一个俱乐部来了一个比较知名的演员，我们俱乐部派出的前面的几个演员其实都是心里卯了劲儿，要演好的，就是要演到让他接不住，让他接不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对，我去那个试专场去笑麻，就是 Kate 去开场，哎呦，前面跟我说，啊哥，你要那个热热的还是那个温温的？我说你这还能控制了，他没问题，全能控制。上去讲了20分钟，还不下来，是温温的还是热热的？是凉凉的。伟大，你说怎么还不下来？我说下不来了呗，怎么下不来？心是冰冰的，讲的那是真是一个冰啊！我下回他就问你，哥，你是想要冰冰的还是想要凉凉的？去冰，去冰就是。我以为要点饮料要冰的什么的。啊，这冰的，冰的我擅长。欢迎再来到朋友们和他的脱口秀。刚刚我们是结束了最后一期的录制，首先我们还是恭喜漫才兄弟成为年度总冠军。恭喜！我第八，第七，第24。哎呦，算过没有？懵的，我懵的。我这个老八不好得。老八比冠军难，我觉得。你想想去年的我，历历在目。你看，都满满接了2年的活，综艺人就点名要老八。我们的电锯，他们说我是电锯。他唱那个真的很感人。那场段子就是你去下马的时候。我演的，底下有保安把我拦住了，然后我就拿那个票，我说徐志胜演乙言月等，我是这个等。他说你等一会儿，阿涛老师，就麻烦一个您的保安一定要让我进去。一个俱乐部来了一个比较知名的演员，我们俱乐部派出的前面的几个演员其实都是心里卯了劲儿，要演好。我去那个试专场去叫麻，就是前面跟我说。啊哥，你要那个热热的还是那个温温的？我说你这还能控制了，没问题，全能控制。上去讲了20分钟。是温温的还是热热的？不是凉凉的。伟大，你说怎么还不下来？我说下不来了呗。心是冰冰的。下回他就问你，哥，你是想要冰冰的还是想要凉凉的？去冰，去冰就是。